Give me some time, give me some time to get stronger. I'll be okay, just give me a little bit longer. Yeah, we're gonna win the struggle we're in. 的早晨来了，超丰盛的！哇，很久没有 in room breakfast 了，距离上次好像就是希腊那一次吧。 对，我还记得希腊那一次，在 Santorini 的那一次。那这次我们订的配套其实都没有包括早餐，然后我们就觉得不如去点一下他们的 in room dining service。我们就点了两份早餐啦。Okay, 这里是有两人份早餐，然后前提他会问你多少个人享用，所以他会准备三个人或者是两个人的餐具，但是他有说他是没有小孩的餐具，所以都是大人的餐具。然后我是要想说的是，我是点了 American breakfast， 他摆盘摆得很美嘞。五星级酒店，你以为假假的、啊、因为我刚以为他推来的时候他东西已经乱了、啊、一堆，然后其实他来的时候全部东西都有那个保鲜膜包着，超舒服的，就是会看到、卫生，对啊，还有摆盘，你看还有这个花在这边、其实是应该在那个地方吃啦，只是因为那个地方是可以改造变成桌子、但是我们的椅子就只有一个，但是没办法之外，我们就把东西放在这边。你反正我们有个这个小厅嘛，对不对？对，这个就是这个的好处。American breakfast 呢，它就是有的选择，很像蛋，它就有 sunny side up scramble 一大堆的，所以我就选了 omelette。omelette 里面的料呢，也是有很多种选择，我也选了，它总共可以选三种。就可以客制化你喜欢的东西、对的，然后这个 side 也是可以客制化的，有 sausage 有 bacon 啊，我就选了 bacon， 然后这个也是客制化的，全部其实全部都是客制化的啦，你就自己喜欢什么你就放下去就是了、然后面包也是客制化的哦，面包其实也是，因为面包有很多种，我也不知道那一种，我就知道的那几种我就点就是了。Croissant 没有啦，就是 wholemeal 面包 baguette and croissant。OK， 它是包括进去 American breakfast 的那。对的，对的、哦。其实我觉得蛮值的。然后还有果汁，果汁是一定有的呢。我就选了一个青苹果汁跟一个橙汁，然后水果就是没得选，就是这样子。想请问一下，这一杯东西是 cappuccino， 也是包括进去？对，它就是一杯either一杯茶或者是一杯咖啡。因为我心想，我们这有一个咖啡胶囊了嘛，我就点了一杯茶。然后第二 set 又有哦，我就想 OK 咖啡咯，只有两种选择，就 cappuccino 或者 latte， 我就选了 cappuccino， 因为奶爸爱喝。好，谢谢你。然后日式早餐的话，就有富饭、miso soup， 还有这个叫做纳豆啊。对。然后还有 salmon 蛋 lemon 应该是淋在 salmon 上面的，哇，完了哎、这个就吃完早餐了，开心哦，哇，第一次就。真快吃完了，他今天睡得很好哦。还有闹一下，还有穆恩在还在睡着，穆恩还在睡觉，我们先不管他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动了。他很兴奋哦。对，耶耶，哎，看他眼睛，有的字哦。萌萌，问号，他心想：我可以吗？我们要开动喽！好了，我们去开动吧。好吧，我们先试试吧，试试它的 omelette。看到吗？看到。哦。里面看到有肉了吗？好热，它也好饿。其实我里面点的是小焖，还有 cheese， 就是这三个，好香哦。小焖也是分量蛮多的。不客气哦。没有给你客气的哦，很香，很好吃。而且你送上来过后还是温热的，感觉就是爽。爸爸有人是这样子啊，我知道，我等一下给你吃。好，给我们吃培根。培根其实有两个煮法，一个是比较香脆，一个是比较软一些，你喜欢吃哪一个口感？不要太香脆的啦，因为咬不动，就是很柴啊。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还不会太柴，它还是保留一点肉的嫩度在里面。
不错，也不会太咸，因为 bacon 都是很咸很咸的那种嘛。不，这个不会太咸。等一下先，你很饿是吗？拿东西塞去啊，嘴巴。宝宝，拿面包烤啊！哇，他面包烤过了嘞 ！Oh my god！ Impress， 自己拿一次。自己拿。嗯。OK， 不管他了，我们去吃薯饼吧。薯饼 ，hash brown。哦，那个醒来了。Hash brown 就是 hash brown， hash brown 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西门吹雪的最爱哦。但是你已经很久没有吃面包了喽。是非常久，因为最近都在减肥，然后我都很爱叉烧它的。之类。嗯，后面很香哎。你能吃到自己开心啊？是，自己在吃哦。嗯，他自己 self service。很好吃，我觉得后面很香，停不了口。其实我们两个大人，两个小朋友，其实点这个 American breakfast 其实蛮划算的，因为面包小朋友还可以吃，还有其他的东西小朋友都可以爱。嗯，对了，对吗？就是一边躺一边吃。嗯，我的宝贝女儿醒来咯。OK。给洗洗一下。不要吃猫田啊，太舒服了。我们继续吃日式的，哦、要转移阵地的。怎么来到停顿的画面呢？奶爸在剪片的时候就发现一场悲剧，就是介绍日式早餐的素材竟然不见了。那现在只好用照片来点评一下这日式早餐吧。照片中你会看到有照烧三文鱼、蛋卷、米饭，还有味噌汤、小菜，还有纳豆、腌制菜、水果、果汁、咖啡或茶。那么就开始咯。米饭的话是采用日本米，上面撒上了紫菜香松，饭很 Q， 然后喝一口附上的味噌汤，完全可以暖和你的胃哦。基本上我和西门吹雪只是吃半碗饭而已，另外一半就是木恩直接啃完。主菜方面就是照烧三文鱼，三文鱼的熟度是煮到刚刚好，肉汁软嫩不柴，照烧酱也调得不错，旁边还有一小条的蛋卷，味道是不浓烈，普普通通，基本上配着白饭来吃是真的不错，完美。至于纳豆，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我说不出那个味道到底好不好，但是个人感觉就是不喜欢，我吃了两口就撑不下了。个人口味的关系，这食物我就 skip 好了。整套日式早餐价位是47块，还没包括服务税和消费税。整体上味道不赖，但相比较之下没有美式早餐来的丰盛，我觉得 CP 值不高。但如果你是吃腻了西餐，想转换一下心情，尝鲜体验一下日本为度假，吃下日本餐，我是觉得不错，可以值得一试。我们已经到 Sky Park 了，这边就是新加坡金沙酒店最有名的 Infinity Pool， 就是无边际泳池哦。印象当中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网红打卡无边际泳池，这个最高的无边际泳池应该是最高吧，超美超夸张的。今天我们也因为是人品大爆发，天气超好的，哇，这超级好哦，而且大太阳哦，前几天是一直下雨天啊，我们好担心哎。然后现在大太阳啊，变小黑妹啊，什么都没有，差厉害了啊。不用紧啦，我们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尽量的打卡玩玩水拍拍照，这个就是我们来金沙酒店这个就是我们来金沙酒店的唯一的要做的东西了。好，我们下去吧。很冷哦，很冷哦，连我都打冷战啊！太冷了，哦，it's cold right？ 哇、oh, ，it's cold！ 我看，哇、oh, ，那些网美不会冷的咩？果然之前没有这样冷，超冷的。爸爸是网红，他先拍照。Oh my god！
我们已经来到了金沙酒店的无边际泳池哦，这边就是我身后的美景啦。哦，为什么我讲话这么颤抖呢？是因为现在大热天气也是超冷的，也因为是有疫情的关系了，所以人数都会有限制哦。基本上来这边你需要预约，我们来这边三天两夜，基本上我们只能book一个小时在泳池时间哦，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带小孩子来这边游玩、游泳、拍照打卡。I hope you're all good. I hope you're all good where you are now. It's probably too late, but here I am reaching my arm out. I want us to win the struggle we're in. It's never goodbye. It's never goodbye till it's over.过分吗？我们晚上叫宵夜来吃哦，非常过分。我们叫了一个 kids meal， 里面有 chicken nugget， 还有 french fries。Not hot. 妹妹也不要睡觉，但是妹妹还不能吃哦。嗯，超爽的。What? Nice or not? 她不用回答我，因为她的举动已经知道一切了。她已经在被狂吃啦。其实有什么东西会比在房间里面配上这片叶子还有得吃宵夜，这个更过分，这个拿汽水喝有什么问题？最重要是迷你巴的饮料是免费的，是包括进 included， 对，太爽了，太爽了。好了，我们就 enjoy 我们的今晚吧。 Last night in Marina Bay Sand已经入住了三天两夜的金沙酒店了，是想分享一下我们刚刚莅临金沙酒店的那种感觉。就是到 reception 的时候，它的 reception counter 没有那种富丽堂皇豪华的五星级酒店的派头，就感觉比较普通一点。然后进到房间过后呢，想分享的就是一进来就是比较没有很多余的设计感，就是 mainly for 商务的感觉。可能它的定位就是不一样，因为毕竟这个是赌场酒店，它就是让人家停留下来，不会太多去想下它的格局之类的，就是眼前这幅美景还有就是赌场。就如果对于亲子来说，对，它还是有 baby call， 但是有一些东西细节啦，它还是有缺了一些。对的。然后上了来过后，我们还是有教他的 room service 啊，还是教他们的换床单啊，效率都很快，基本上打个电话过去
不久过后就有工作人员来服务我们了。对，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蛮加分的，他的动作很快，过后我们又上去他的无边际泳池，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去享受这个无边际泳池，打卡啦，看一下风景啊，就没有了。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都有限制人数，那一小时的时间呢，其实要充分利用。至于整个酒店的设施呢，它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东西给我们亲子活动。我们在大厅 check in 的时候呢，服务人员也只是提起游泳池方面而已，他也没有跟我们讲健身房啊，或者是任何的设施。我是想说咯，他的定位就是在于商务赌场，可能他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让你解释他酒店的设备。然后亲子活动的东西也只有那个 Art Science Museum 可以去，还有整个购物广场啊，或者是你要去 Garden by the Bay 啊。至于 Art Science Museum 的活动，我们有上一个影片的，你们可以在右上角这边点击哦。酒店方面的话，不会有太多亲子活动，你要活动的话，你就要自己四周围花钱再去找找咯。所以酒店的亲子活动的话，我相比较之下，比起我们之前住的上伊拉 Hotel 的话，它还是逊了一些些。其实最主要它的目标设定于商务酒店啊，而不是亲子酒店。情侣打卡拍拍照，其实觉得真的是很蛮不错的。好啦，这个影片就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按赞，还有留言哦，然后记得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拜拜。拜拜。